我是唐山市丰南区尖子沽乡望马白西村人，我叫董存祥。我实名举报，我儿子于2021年8月29日晚，在兰南嘴东出虾过程中，南通二村大队书记李学军带领多人20几个殴打我儿，二次殴打，至此10个月时间，兰南县公安局海防派出所还没有给解决方案，请领导和网友们关注，回判。